乌4-0，哇，4-0，你的后防线上了。Marco 跟着这球是 Marco， 哇，这边又再度被拉开了比分了。你怎么没有话讲？哇，这球泰瑞翔完全等不到啊！因为你前面开进来，哇，哎呦，十号的 Marco 啊！本场的第二颗，可是我们讲的禁区的国人呢，是二线的东西是发挥威力啊。对啊，就我开进来 ，Marco 直接往前一个飞扑顶进去。不过我必须要讲说，这个球其实开启之后，后防线上也要负一定的责任。